杀了狄仁杰，以儆效尤！杀了狄仁杰，以儆效尤！杀了狄仁杰，以儆效尤！沈毅，你一直以来都如此辛劳帮杨某炼丹，林和杨某一起共享此丹呐、啊。杨大人呐、啊，哎，原来你还记得我吕某一直在帮你炼丹呐、啊？记得。那为什么鼠患的时候？ 我多次求情，你闭门不见，我让我女儿来给你送信，你装作没看见，还把我医馆隔离在了南城，任由鼠患肆虐，疫病蔓延。你是想我吕某和那些患了不老丹疫病的人？ 都死了，就没人知道你那活人来炼丹的事情，是不是啊？哎呦，吕神医，你误会了，这都是都督府的军令，我一个文官有什么办法呀？太迟了，太迟了。如今我也无法长生不老，跟我一起上路吧，啊！ 你服了不老丹？什么不老丹啊？是毒药，是毒药！火把拿来！李神医，别！住手！狄大人，欢迎。 狄大人，你没事回来就好了。闭嘴！大家听我说，起始整件事，始作俑者就是他们两个。你和杨擎天狼狈为奸，偷偷炼制长生不老丹，并以活人试药。因为尸体处理不当，导致鼠患，药丹之毒，透过鼠患传播给百姓，死伤无数。至于你。 当你得知杨擎天要灭你考的时候，你怀恨在心，煽动他们去为你报复杨擎天。常说医者父母心，你的良心去哪里了？娘，狄大人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不是真的了。你们都知道，狄仁杰跟杨擎天亲如父子，他为了救这个狗官，所以编造谎言，大家不要相信他。 杀了狄仁杰，以儆效尤！杀了狄仁杰，以儆效尤！杀了狄仁杰，以儆效尤！等等，你。 这刀要是砍下去，你就是跟我一样的人了。